爸爸妈妈可以发现，所以他就过来找我，然后他们把我的冰箱都弄得塞得满满的。大家都有听过《世上自有妈妈好》这首歌吧？把我的雪柜弄得满满的，塞得满满的爱 ，Love you。不能，我另外一只手要抓 handphone， 所以自己可以做韩国式的爱你。Let's have a look， 先看我们的 visa 好吗？请静静，他怕我们不顾吃，所以呢，你看特地的准备了很多，而且是全部都 label 到了。你看，干煲去跟可以。煲汤多细心耶，那是我妈妈，她都把它切成小片，然后我容易煲汤，小孩子也容易吃，然后就是好像 all in one 的那个在那个 dish 那边，然后她觉得我们女人应该要补，所以要有一点饺子，这个是海参 sea cucumber， 然后意思她觉得我应该快速的煮一些简单食材，所以他也把我的他也准备了一些面油，然后你看多整齐，他把我的雪柜虽然塞得满满的，不过还是这么整齐，然后还有一些看这个是什么呢，哦还有打福棒，还有一些这只虾都剥好了的虾，米虾壳，然后有鱼啊，有还有什么？它这个它应该是腌制好的，还写的 label 到了 chicken breast， 所以我煮菜的时候就会很方便呢，因为我是需要做工，然后还需要煮饭，对吧？有一些 scallop 我自己买的，这一包。大约是4块钱，然后有一些小焖鸡，这是我比较快速的煮一些食材，然后 OK， 哦、oh, OK， 我妈妈知道我喜欢吃 edamame， 我也有放，看一下，还有一些是，这是鳗鱼 ，unagi， 想吃的可以配饭吃。然后有一些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是罗米鸡，可以弄烧就可以吃了，就是可以当早餐吃。我有每一天吃面包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让我放回去先。我妈排的美美的，我也要排好它。我们在看我们的 refrigerator 到底是还有什么？看下一层吧，在这里我们有鸡蛋，然后这个我们必备的一些cheddar cheese， 我先看到这个，还没过期 ，OK。啊，还有一样东西是这个箱子，我都会放这些必备的 sore throat spray， sore throat spray， 还有一些感冒发烧的一些急用的一些medication， 因为有小孩嘛家里，然后我会在旁边都会一定有预备一些牛奶，然后有一些 macaroni。白干鸡，还有上回我们做苏须，还有剩下的一些食材。一时我喜欢做一些饮料，所以可以放些酸梅下去，开胃又解渴。解渴说到现在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所以就是要有一些汽水，必备的汽水 100+。然后我妈妈也好贴心，她把蒜头都打碎了。
放在冰橱里，然后我有一些巧克力，一直就是要解压，就吃个巧克力。然后我妈妈也准备了一些，天气热嘛，就要喝一些 barley。这些是那些比较新熟 barley， 也有不同的种类的 barley。嗯，然后最近有时间可以烘焙一下，所以这里也就是我们的烘焙食材，有 baking powder， 有 baking soda 粉，还有糖，还有面粉、vanilla， 还有一些我现在点的那个 王哈尼，然后这是我儿子的牛奶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还会必备的是一些 whipping cream， 一直想要做 cheesecake 的时候 ，especially 现在很流行的 burnt cheesecake 啊，对，所以要有必备的 whipping cream 和牛奶在。然后有谁需要一些保健美白美容和健康的食材，可以去找妈妈，她是帮忙订购。然后一些水果，这一层我是放一些水果，我儿子最近常说要吃 kiwi， 所以就有一些 kiwi 给他吧。然后有一些柠檬，然后有芒果是我女儿爱吃的，然后还有哈密瓜和一些 grapefruit。其实大家懂吗？ grapefruit 其实非常好的，原因是因为当你嘴很想，就是想吃这些东西，你吃了 grapefruit 过后，它真的是不会再让你觉得感觉上想再吃更多的东西。然后红枣，女人必备的红枣 ，this is sweet dates 红枣。然后这里有一些。就是干粮了，大致上就是这一层是干粮，大致上是这样吧。